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实地探访社会百态，我是毛毛。前两天我拍了一个视频，说金山万达人很少，很多店都倒闭了，大家质疑我说金山是在郊区，那我现在带大家到市区，上海的虹口区，这里的巴黎春天就在我后面，我站在的地方就是佳节广场，也是一个商业城，这里的店都倒闭了，巴黎春天也倒闭了，我带大家去看一看，好吧，跟着我的镜头一起走吧。压迫的德林阿尔巴东真的就是这样了。